这件人人皆可穿，为什么呢？这次有帮大家做尺寸哦，有 S 号、M 号跟 L 号，想要跟妞妞一样穿好看、穿漂亮、穿可爱、穿显瘦的人，一定要买这一件。好，这件是我自己设计的，它是两件式的感觉，你可以自己搭。然后里面呢是 one size，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穿，每个人都可以穿的 T。嗨，轩丽，好，这件呢我真的设计非常久，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当初在启发我的灵感的时候，这个裙子其实不好做，它是裤裙，但是要怎么样做的显瘦又有蓬蓬感，又有荷叶边，其实这是蛮困难。因为通常很多有蓬蓬这样子的感觉的裤子都会变很胖，可是有没有看到我一样是修身，一样是显瘦，然后还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很好看、很轻松、很休闲的一个牛仔连身裤装。它是裤装，可是看起来很像小裙子，是裤子，中间是裤子，所以呢长度也帮大家用的蛮刚好。我相信这个每个女生都会喜欢，因为它其实不分年龄，不分身高体重，也不分就是哪一型的女生，每一个人穿，不管你是可爱、休闲、性感，每个人都适用哦。性感的人你可以把里面这件抽掉，穿成平口小可爱一样可以很性感哦，好不好？里面这件 T 恤是送给大家的，这件 T 呢我等一下会换短裤，这件 T 绝对是每个人可以穿的，因为它就是一件薄 T， 就是赠送给大家的。好，那妞妞平常其实出门啊，有时候会带小朋友会穿 T 恤，有一些长辈的场合我会穿 T 恤，但是如果跟姐妹出去，我可能就是会换细肩带比较单薄一点的上衣。好，大家知道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搭配。然后比如说我去海边的时候，我就直接穿 bikini 在里面，然后直接这样子拍照也非常好看。所以一件牛仔裙裤裙有很多的用途，不见得只有一种穿法。那其实很简单，像我随便搭一双小白鞋、球鞋就可以够出门，非常非常快速。然后墨镜一直是大家最好的伙伴嘛，就是我都把它来当发箍，然后可爱的衣服搭上一个墨镜，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有型。尺寸是正常版型，我穿 S 号， S 号的人就买 S， M 号就买 M 号， L 就买 L， 不会有尺寸的问题的，放心。这一款其实做的非常的刚好，帮大家是量身的，自己亲身体验，所以不用担心。